去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妮。看我家小宝，刚下来就开始玩了。好了，咱开始捡螺。他玩泥巴，我捡螺，少捡点回家吃。这要吃也得到明。回家吃菜，那你捡到菜了没有？啊、哦，在那儿，好，在那儿，你等会儿别忘了拿哈。他爬的这菜，啊，都是啊，个头挺大，真给送给他们几个字儿，旋转跳跃。你看，他我发现他很多走的时候就旋呢，旋转呢，旋转跳跃，我看不见。就是这个哈，别把我哎，小宝，你干啥呢？哇，你把我捡好的全扔了，我看看，你是个坏蛋不？快给我弄出来，生气了哈？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就生气了，你快去帮我捡，我捡了这么多，你全给我扔你那泥土里边埋着了哈，咱们扛着袋子，一会儿就捡了走。走，我不在你跟前走了，我去那边了哈。还是得离他远一点，得离他远一点，不远不行呀。全给我偷走了不说，全给我那啥了。哎，你说，哎，这点点都是哈，打电脑过去看这点点，看看那点点，全是哈。就是他，哎，有的就脑袋上顶了一个点点，他跑得还挺快的。这边，你能不能帮我捡一点呀？可不可以呀？哇！你可不帮我捡螺呀？可不可以？可以，你就把手洗一下，然后咱们俩一块捡，好不好？你捡的是菜呀、啊？哦，你捡的是菜、啊，好吧，好吧，你捡你的菜吧。我要捡。我捡的，我捡的菜。好的菜，他就在边上了。再见。看小孩的快乐，是这么捡的。大的，大的。沙子弄好了，要沙子干嘛呀？快洗洗手！我来了，让我看你拿啥？过来，让我看看。让我看。哇，你捡了两个螺，你真棒！快去，你帮妈把桶桶提过来好不好？帮我提一下桶，好不好？别偷我的，不让干。哥哥放着，快放着你。啊！我生气了，你不要在我跟前来了。你给我那两个，你把我的抓了一把走了。哎呀，你可愁死我了！不要在我跟前来了啊！我不让你提桶了。帮干个活，你帮我偷走完了，生气，我真生气，生气生气。不要在我跟前来了哈！他又把全给我埋在沙里边去了。咱们得弄个水洗洗他，好吧？陪他玩会儿去。这每天你干完活还要陪他玩会儿，孩子嘛。好，咱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喜欢小妮视频的话，请点击关注。谢谢，还谢谢关注啊！你好棒哟！看啥？